大婶您好，忍冬回来了。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大婶慢走。哎，慢走啊。今天挣的钱呢？你摇头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一毛钱都没有。什么？一毛钱都没有？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啊，一毛钱都没有，你没挣着钱，你还敢回来？你死丫头，我一家人谁敢动啊？死丫头，哎，过来！娘，干嘛？你干嘛又打忍冬啊？怎么，他没有挣钱回来，我还不能打他了？好，既然你没有办法挣钱回来，那我就把你送去城里当佣人。啊，娘，娘，求求你，不用，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姐姐走。你干嘛要把忍冬赶走啊？哎呀，你又没办法挣钱回来，我干嘛白养你啊？娘，对不起，娘，你不要赶姐姐走吗？娘，我不要，你就别赶忍冬走了。娘，娘，哎呀，好了，娘，我就先不送你走。要是明天你没有拿钱回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谢谢娘。你今天没有挣钱回来，你就跪着，晚饭也别吃了。娘，娘什么娘？你们两个跟我进来。还杵在那儿干嘛呀？进来呀！哎呀，老头子，这有什么事非要出来说？还这么正式，你说呀。哎，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跟大伙说，我决定让忍冬去城里当佣人。啊？什么？哎，不可以不可以，他去当佣人，那家里的活谁干呢？谁做饭？谁洗衣服啊？那就是你啊，你干得挺好。那谁采药呢？我上山采去。哎呀，你不是腰疼吗？我腰没事，这段时间养的也差不多。要真要有问题了，家平不还在呢？我？哎，爹，我可不能去，我还得上学呢，我没法陪您去。不去不去。来，你过来。现在行不行？你们呢？还有意见吗？啊，不说话就是没意见。那既然大家都没意见，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爹，我求求你，您不要赶我走。爹，就是啊，老头子，求求你了。爹，你不要赶姐姐走吗？闭嘴！这个家现在还是由我说了算，就这么定。哎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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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求求你，您不要去，您不要赶我走，爹，爹，求您不要赶我走，我会听话的，爹，爹，不要赶我走，我会听话的。爹，爹，爹，您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别笑了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讨厌你。我不愿意看见你，每次我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你偷吃了我的百年和寿果，你吃掉了我的好日子，毁了我的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恨你，我要让你去当佣人。去挣好多钱来偿还我，偿还我的好日子，明白吗？爹，明白吗？告诉我，明白吗？明白吗你？爹，求求你不要走，爹，你不要走，滚呐你！爹，爹，爹，新鲜新鲜啊。
姑娘，你多拿一点。哎，这个可新鲜。挑一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就这些。哦哦，够了是吧？我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啊？啊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哎，请问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？哦，没看见，没有啊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我们家人？没看到。真的没看见？没有。这一早晨都没看见？没有没有。哦。哎，啊，老哥，我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我们家人多？没有。忍冬，忍冬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，忍冬，忍冬，醒一醒！爹，你喝酒了？你个小小的娃娃，喝什么酒？我心情不好。你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都会喝酒吗？不过，这酒还真难喝，我喝了一口，立马就吐掉了。真搞不懂你们大人为什么那么爱喝酒。不用你搞懂这些事情，你搞懂这些事情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喝酒，别怪我教训你。可惜，爹，您没机会了，因为我要去杭州当佣人了。这酒本来是买给爹的，但是我心情不好，所以就到这里来坐一会儿。没想到坐着坐着竟然睡着了。丫头，你是有话要和爹说是吗？说吧，爹听着。我真的有满腹委屈想跟你说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可是。我一直都把您当成生身父亲，我亏欠你们很多，所以不管你们让我做什么事，我都心甘情愿，毫无怨言。我只希望我们家里的生活好过一点，希望我们家能过上快快乐乐的日子。可是，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，非要赶我走？为什么一直不肯接受我？我真的很努力，很努力在做事，为什么你还是讨厌我？爹，忍冬，
爹就是看到了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你为了这个家太辛苦了，爹心疼你，不忍再看你受这种苦，所以爹才狠心将你赶走。忍冬，收拾行李。收拾行李做什么？我跟邻居大婶说好了，你尽快去杭州当佣人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吧？嗯，也不知道你哪根筋不对，非要忍冬走。这忍冬一走，家里的活不全都是我干了吗？少啰嗦，你是舍不得忍冬走啊，还是不愿意干活啊？本来就是嘛，这忍冬一走，难不成你要靠他陪你上山采药啊？娘，您指我干嘛？我还得上学，哪有空上山？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儿子，就这点出息，有完没完？爹，娘，你们别吵了。娘，不要怪爹，是我自己愿意去的。到时候赚了钱，我会寄回家里来。这还差不多。爹，娘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，还有哥哥、妹妹。你们两个，姐姐，我不想让你走。佳玉，不要哭。姐姐，你不要走。佳玉，姐姐挣钱给你买糖吃。我不要糖吃，姐姐。姐姐，你不能走。小燕，你姐要走了。放开！佳玉，佳玉，姐姐，你们两个是死人啊！把他给我拉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佳燕乖，佳燕乖，不哭了啊！